很有很柔，好、哦，很有，好、哦、是那个一席是五字，好、哦、四字到五字，这是胃气，只要有胃气的脉都是好字的，好、哦。如果是形气相失，外形丧失的，不管是过胖或者是好、哦，有人跑来胖的根本不是，是水肿，那有的是太瘦，形气伤掉了。再加上气没有了，好，呼吸很短，因为胸阳嘛，胸是诸阳的地方，我们要判断它阳气够不够，看它喘气咳嗽就知道。好，那如果是色腰不折，颜色失掉了，好，不光折，好，就是比较难治的哈，难治不是它不治哈，齐伯很多地方说的不治，那真的是不治，难治是还可以治，比较难就是了。脉实以坚，谓之益肾。好，脉太实了，太坚强了。如果脉反逆四时呢，就是都是不可治，哈，不好治。好，所以必查四难而明告之，就是你要跟病人查到以后，比如说你摸到病人这个是新夏天，对吧？就摸到冬天的脉，是不是相克的脉，对不对？你要告诉他，跟病人讲，哦，你这个心脏不好了，或者怎么样，跟病人讲清楚，好。一定要告诉病人的家属，所谓逆四时者，春得肺脉，夏得肾脉，夏天得了肾脉，秋得心脉，冬得脾脉，好，都是玄厥前橙色者，好，都是逆四时。所谓的你不管，你要在这里就把它归类简化了，你不要去记它什么什么玄红反复沉，不要去记它，你只要记得它没有胃气的脉，好，比如说它太玄了，好，太这个色，好，脉很色很小很弱，好，而且这个不按照四时来的。好，都是重病，好，都是逆四时，好。如果说这个脏哈，如果是我们是春天夏天呢，这本来是脉应该是怎么样，伏寒伏比较大，春天比较伏，好，夏天脉比较大，结果呢，好，春天夏天脉比较橙色，好，秋冬的脉呢是伏大，这也是就是逆四时的脉。那还有一种呢症状。病人是显现是热症，全部是热症，那呢热症应该动，对不对？很慌很动，然后很亢奋，好，很紧张很亢奋，哎，病人突然变得很静了，脉好，不但是人变得很静，脉也很静，脉就很细很腕很少，人病人呢外面显现的热症，好，泄而脉大，脱血而脉实，这种都是很难治的症，好，那个人脱血的时候呢应该是虚，是不是？你摸到脉是不是虚？你用观想，用正常的 common sense 想，这个人血脱了，脉就那好像气球里面没气了，应该软掉了。哎，他的脉是大的。如果一个人在下痢，有没有大拉肚子？下了一天的二三十次，就脉应该是很细弱，因为你拉肚子嘛，哎，就脉反而是大的，这是症和脉不合，脉症不合，好，那都是不好治的。那病在中，好，脉实坚，好，病在外，脉不实坚者，艰难治。一般来说，病在中。脉就比较缓嘛，好、哦，这个病在外，那脉比较坚实，好、哦，结果呢，现在病在外，脉不坚实，好、哦，这种都是脉症不合，都是难治的。我们所以说从这里归类到，脉和症是符合的，人虚就是虚脉，实就是实脉，啊、哦，你说便秘哇，摸到脉就很大，这都很好治，哦，那下痢啊，好这种，那色脉来说的话，颜色丧失了，脉还在那边。还可以治，比较难治一点，然后色脉都没了，那就是凶了。好，简单讲就是这样子。那新病和旧病，新病呢，气色一定在那边，好，脉弦有问题，气色一定在。久病的人气色就伤跑掉了，所以气色没有了，就一定是久病。新病气色都在那边的，好，这是新病和旧病的区分。169页，皇帝问，他说：“我们用虚实。”来决生死，哦，你给我详细讲讲看，啊，对不对？问岐伯，岐伯说，五实死，五虚也死，哦，五种实证主死，五种虚证也主死，我们叫五实五虚，啊，那皇帝呢，好，请他下细讲啦。岐伯就分了五个，脉盛非常的宏大，好，越来越大不止。第二个脾热，你摸上去身体是烫的。肚子、鼓胀、腹胀，大小便不通，好，闷冒，这个字念冒，冒就眼睛看不清楚，好，眼睛不是人了，这是五实实症。脉细，皮寒，摸到皮是冰冷的，脉又很细，气又很少，呼吸很短，好，不太讲话，
泄力前后携大小便失禁，饮食又进不去。照理说你如果大小便失禁，好，应该要吃东西进去，还是吃不进去，这五虚。好，所以我们常常会问人家胃口，你大小便这个我一直老那个我一直在下痢啊，医生，你那个听那个电话，那病人讲得很大声，我一直下痢怎么办？对不对？这是没有问题。那如果说我一直下，哇，这个很危险的，好，所以你要听好听啊，看就会看多就会了，五十五虚，好，这个是都是危险的症候。那皇帝说，那有的时候有的也能会生下来，有的会生存下来啊。好，岐伯就说了，江州入卫，谢柱子的虚者活。你是虚症，但是你如果稀饭米面这种最好消化的东西能够进到胃里面去，好，你一吃到东西的时候下痢停止了，活了。好，原来是不吃东西也在痢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有如果是阳生汗得后痢，好，则死者活，死其喉也。好。我们如果说这个五十的症状，皮肤毛孔闭住啦，我们如果发汗，一汗一解掉，好，病人就啊精神都恢复，得快好，这个大小便都通畅，原来是食住嘛，大小便都不通，好，前后不通，现在大小便都一发汗以后大小便通了，这死者都会存活，这是他的症候，那这种就会有存活的机会，好，存活的机会。好，那第172页第20章20篇黄帝灵机第20篇叫三部九侯论。好，三部九侯论，那皇帝说九针，好，他听那个岐伯叫他九针啊，好，那么不可生数，他问重要的道理呢，好，他希望能够藏起来，好，这个不敢妄泄，你看他插血而受，就告诉你，我是绝对专心的，这个诚心的跟你学，绝对不妄泄，好，绝对不随便给那个匪人学去，好，那这个他就问这个天地的数，好，上就认为说人呢生理里面一定要吻合天地的道理，对不对？好，上要对应日月星辰，好，下面要符合春夏秋冬，啊，四季的变化，还有阴阳五行的变化，那这个变化就很大了，好，这是最大的道理。好，岐伯说啊，这个天地之四数哈，那皇帝好，当然要想知道啊。好，天地之四数合于人形血气，通厥死生，为之奈何？天地的数呢，始于一，终于九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好，那一者天，二者地，三者人，因而三之，三三得九。好，因应九也，所以人有三部，部有三候。好，以绝死生。好，那。我们就用三步的脉诊。好，我们人身上呢有三步九侯的脉。好，这个我们岐伯看174页号，这个三步为什么有三步九侯的脉，这就是天地有好这个方，这个四季，好，我们有这个方位，那方位呢地分天分九也，好，九也就是我们有八个方位，哦，八个方位，那人站在中间，有东南、西南，好，正南、西南、西北、正北、东北，好，中间这个天地之间有九个方向，所以我们人有九个脉的地方，所以我们人呢又有分九脉，好，那这个174页第二行哈，他说上部是天，在两额的动脉，好，就是在胆经的悬离和取冰的位置，在这个地方，好，来靠近这个额角这个内侧这边有个动脉在这边，这是少阳脉气的发的地方，好，少阳脉气，那这是天部，好，上升的这个地部呢，在人迎脉，人迎脉在喉的两边，好，人迎脉。这是胃气胃脉的所行之处，上部的人部呢在耳朵前面，你摸耳朵前面这边有个脉在动，好，要摸上去，好，有个脉在动，好，那是少阳的脉，好，少阳的脉，三焦的脉气，所以头面上有三部，好，有三个脉，一个是这一个是少阳，好，这个胆经的，好，这个是一个是胃经的，好，
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三焦的脉，好，三焦脉在耳朵旁边。那人的中部呢，身体的中边也分为天人第三，好，天部呢是在肺经的好位置，在肺经的经渠的位置呢，好，肺气的所在。如果中部呢是也有一个这个好这个地部的位置，就是在合谷阳明经的合谷穴的位置，大肠的脉气所在哈。那中部的人部呢，好，有手少阴在心经的神门的位置，好，所以人分上中下三部，上部也有三部，中部也有三部，下部它也有三部。下部的三部呢，好，在肝经的太缺太冲，好，肾经的太虚，好，还有这个脾经的话是奇门穴，好，还有这胃经的冲阳穴。我们一般查是查冲阳，是胃气的，好，脉胃脉的地方，好，冲阳穴就是下三部。那皇帝呢，好，那中部的脉，中部的喉干什么的，中间的是干什么的，好，这个其实上天部的就头上的这三个脉呢，以喉天，好，天呢以喉肺，那地喉，好，以喉中中的气，人以喉心，好，和这天地人三才的位置上，好，就区分开来，好。那上部和什么呢，上部查什么东西，好，额角的气呢，好，这个天部呢的喉额头额角的气，地部来喉口齿，好，人部呢来喉耳目的气，人部在耳朵旁边，来可以知道耳目的气。那很奇怪哦，如果我们有耳聋耳鸣，这个脉耳聋掉了，先天聋掉，这个脉都没有了啊，因为没有脉气了。好，那这个脉很大，那是实证，这个脉很小是虚证。好，可以治疗耳聋，你可以在上面摸它的脉就知道了。啊，就是我们针灸的穴位。耳门听功听会的地方，好，你不用张开来摸，就好，这样子可以摸到它的脉，轻轻摸就可以摸到脉在动，好，脉在动，就是天部的上部的天部，好，人胃来喝耳目的气，好，那头角的气在这边呢，我们可以喝到脑部去，一般来说，正它的脉也是一息四字到五字，好，五字。那如果跳得很快，代表里面阳很亢，癫痫发癫痫的那个动脉就跳得很快。那你给他吃药，不管你是用控炎丹或者什么东西，或者是扎针啊，哈，或者是灸啊，阳桥啊，灸这个，好，这个针脉啊，灸照海啊，好，或下针百会啊，怎么样？那个脉会越来越小，缓下来，缓到一息的五字的时候，代表他好了，好。好，那这个好。所以说头面上的人的精气啊，就是都在这四个位置上，我们可以查到，好，查到。如果说，因为头上有天人部，它管我们的脏气，所以说如果说五脏衰败的时候，脸上的气色又会凶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脉气没有了，哦，脉这三个脉气没有了，阳明脉气在这边到脸上啊，头上的脉气通通没有了。那皇帝问他说，那我们要知道这三部九合的目的干嘛？对，你要知道这三部九合那么多那么脉，目的是做什么？那岐伯说，一定要看他的胖瘦来调他的气血的虚实，实则泻之，虚则补之，好，必先去其血脉而后调之，无问其病以平为其。你像这种情形的话，我们不需要去问他里面的病是什么，你把他血脉调均就好了，调均匀就好了，好，你看他哪边有淤血，好，把他放出来，好，看他的实证，好，虚实，看外面的，我们有三部九候这些脉气的所在，你知道这些脉气的所在，你直接来按照经脉，比如说我们知道这是三焦经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胃经。那如果是人一脉很大，你知道胃很实吗？那实则泻虚止，你会去砸那个什么内庭，对不对？好，诸如此类的，好，意思就这样子。那我们比如说那个取兵啊，好，就是悬入这个地方，这个胆经的脉气的地方，那你会去砸实证的话，你会去砸什么少府吗？啊，不，阳府我讲错了，对不对？阳府穴，好，如果是虚症的话，你会去扎霞溪穴，好，再来调它的脉气。那在经脉上面，你如果是看到胃经，好，它的人迎脉，好，胃经，然后这沿着胃经下来到脚上，好，足三里，好，上巨虚、下巨虚啊，调口啊，丰隆、解析这边，你看到上来有清经、有瘀脉在这边，你把它放掉就好了，好，把血就放掉就可以了，好，让它调它的气脉，你不需要去调里面内脏，你不需要问它的病。他把他脉气一顺，他内脏病就好了，好，他就这个意思。好，
那如果五脏败掉了，气色脸上的气色一定是凶啊，五脏败掉，这个时候都是死猴啊。178页了，他如何决生死？好，我们辩证如何生死啊？他就问皇帝问岐伯，岐伯说呢？啊，你得记得哈，所谓生和死，就是只要是生都要顺的啊，死就是逆相克的。第一个呢，形胜脉细，体格很高大很壮，哎，结果摸到脉细细小小的，好，这是形和脉不合，少气不足以袭者萎，好，这是危险，好，短气，好，所以形大脉要大，形小脉要小，好。那有一个人跑进来了，瘦瘦干干的，形瘦，好，结果他脉很大，这个胸中多阳，好，多气则死，这种都是脉正不合，啊，脉正不合。讲到胸，你就记得是阳的位置，好。形气外形跟你的气脉是相同的、相生的，好，都是好的症兆。如果是不相同、不协调的，都是有病。所以三部九侯，天人分天部、地人三部。那三每一个部呢，又有三个脉，所以有九个脉，都相思，好，都不这个都是这个不调和，好，都是非常的危险。不但不调和，有的时候脉没有了。好，冲阳脉没了，好，太溪脉没了，好，这个人营脉没了，好，肺脉、经渠脉啊也没有了，脉没有了，都是危险。好，如果是好，他说如果是上下左右相似不可数者，是有的时候你是数不出来，好，有的时候这边快那边慢，有的时候你摸人营脉比较快，摸到那个好少阳脉比较慢，摸到这个三焦脉比较快或者怎么样，他都不调和也是死。你找不出规则来，好，找不出规则来也是个症。你说你这摸了半天，你说老师没有规则，对，这是症啊。好，他就很危险的时候，有的地方快，有的地方慢，因为不协调了嘛。好，好，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凡是目眶、眼眶内陷的，通通是死症。啊，因为胃气没了，眼眶就是胃在管。178页最主要讲的是什么？九部三部九侯的脉必须要均匀哦，相同才是相同哈、哦，才是正脉。如果他的脉一个过少过大不均匀的话，都是有病。好，所以你如果摸，比如说摸人营脉，同时去摸他的少阳脉、耳朵旁边的这三焦的脉，摸人营脉，哎，速度好，都是相同的，都是好。好，哎，三焦脉比较快，好，人营脉比较慢，或者这个比较快。快慢不均匀的都是生病，好，所以说独大者病，独急者病。就一个脉急，我们有九个脉，它一个脉很就它独大，好，或者一个脉跳得很快，一个脉跳得很迟，都是病，好，一个独热，一个独寒，好，一个陷下者都是病。这一段很好玩，以左手足上好上踝裸五寸按之，然后右手足当裸好弹之，过五寸以上好如然者不病。好，如果其中好手昏昏然者病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中手徐徐然者病，好，即应上不能至五寸，弹之不应则死，弹他没有反应则死。好，这个很好玩。我们到病人去看病的时候，这个家伙躺在那边，不晓得他可不可以救他，对，去抓他的脚。那老师，你不是要抓他的脉？没有，先抓脚。好。内经的诊断方式，他我画给你看，我常常在用。好，不能讲，好又不能讲，好内经说匪人误传嘛，好，不能讲给病人听，就病人先吓死了。好，这个脚这样子，好，这个是小指，脚的小指，好，这是踝裸，上五寸。好，我们知道三寸是绝骨嘛，玄中，四寸是阳府，对不对？第五寸的地方，这个地方，你手呢，这就把它膝盖压住，差五寸哦。好，这个指头拿起来弹，嘣一弹，嘣，马上这个手就马上感应到。好，待会我相信下课你们就一直在大家都在弹。好，一弹这边就有反应，超过这边通通是正常，
常人正常人啊、哦。那你痰这边呢？你这边没有感觉，你试看看就知道。等等，你这个手要把整个皮肤抓住，一弹，砰，哇，力量很大啊、哦，气脉的力量很大，那是荞麦。好、哦，你弹弹弹没有反应，好、哦，那你往前往前，怎么气的到这里都没有反应，都快死掉了。好，到这里还没有反应，就是走掉了。好、哦，这是诊断健康和病危的方式。好、哦，来，哦，所谓痰之不硬者。你手在这边，你手这个手握到这边，这个手在弹那个外踝裸的时候，一弹就没有感应，这就是硬。弹的不硬，对吧？四寸的还不硬，哦，越弹你脸色就变了，越弹心流悬上去了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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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、哦，你知道我意思吧？就这意思。好、哦，那你们现在正常人，你弹弹看，哦，一般人弹到都会马上就反应，很逞强，好、哦，你可以试看看，就是出自三步九侯的诊断方式，好、哦。好、哦，如果说好，你现在知道了哈、哦，他如果反应有没有？你回头再看，如果说你用右手去弹他的那个外踝裸，他反应呢过五寸以上，就是没有病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如果是这个硬手好说浑浑然，好、哦，这个就是真病了，哦，硬上不能至五寸，好、哦、都是病，好、哦、弹之完全没有反应的都是实症，好、哦。所谓奴奴然者不病，好、哦，硬手是浑浑然者病，正好重手徐徐然者，这都的病都很难了解。就是我刚刚讲，很简单，你摸到这边嘛，一弹马上反应出来就是浑浑然，就是正常。往摸没有反应，往前移就是生病了，好，就这意思。好，好，所以这个是好。哦，就是实证。好，如果说这个病人呢，中部的脉好忽快忽慢啊、哦，我们这个中边有三部嘛，好，三部九侯，中部的脉就是肺经、心经，还有大肠经的合谷穴脉动啊、哦，时快时慢，这都是实证。好，如果是中部的脉呢，有带而勾着，带就是常常变更，原来是跳快慢，然后一下就变成勾状，好、哦，地名就在络脉，好、哦，带就是变更的意思。九侯呢，三部九侯都有互相好、哦、呼应，所以你如果摸三部九侯的脉，简单就是说，你如果是摸冲阳的脉，冲阳脉脚上面对吧，在那边摸去摸太冲脉，实际上脉因为两个都是胃脉，那你去摸这两个一个头一个尾，是不是可以知道胃经胃气如何？哦，那怎么这边很大，这边没有脉，这个阳气往上走了，那阴要阴里面阴实的，好，胃癌或什么东西，这阳气没了，好，实就截住了，好，好，他就这个意思。所以说，我们脉去看查脉头脉尾，我们可以知道整条脉的气脉顺不顺。常人应该头尾是速度是一样的，好，那有快一慢的病在经脉上面，好，那原则定下来了，这边哈，如果是。上下若一不得相思，这是正常。一喉相思了，就是生病了。两个喉，三部九喉的脉，两个脉好相思，好、哦，这是病盛。三个喉都有问题的时候，病危了。好、哦，所谓后者，应不聚也，哈、哦，就是没有反应了。好、哦，查其脏腑以知生这个死生之期。你如果说我们查他的经脉。我们知道他的病脉在哪个地方，那我们要查他的脏腑才知道他什么时候好会死，好什么时候会死，好真脏脉现的都是好，来这个足太阳气绝者，其足不可生，死必待也。好，这一段就突然跑出来，好，我其他都不讲，为什么讲足太阳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子讲的太阳是不是少阳阳明都要讲？还是不讲，就突然跑出来，所以《黄帝内经》就是这样子。好，但是你把他这一段把它拿出来，哦。足太阳脉气要绝的时候，脚不可伸，对吧？因为脉气一直到脚上去，下面是脉，上面呢到睛明穴，使鼻眼睛往上翻，好、哦，太阳睛。我们前面是不是介绍过了？所以那足睑一定又把它拿到后面来翻的时候，好、哦，又翻到后面来，好、哦，中医的数据是这样，没有办法。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动它，保持原状，不要动它，好、哦，好、哦，一动它更乱了，好、哦，180页。什么叫做冬阴夏阳？好、哦，冬阴夏阳。
好、哦，在这个介绍之前，我再讲个那个刚刚讲那个烛太阳卖气哈，脚臂屈曲而不直，使之眼上吊。很多的太太们哈、哦，她说啊，我脚没有办法弯曲，脚是都弓到了，然后甚至脚本来是平常这样的，脚整个这样弓起来哈，完、哦、了不能踩到地上，不能走路，这就是太阳经的脉气要绝了。好，那稍微眼睛往上翻一点，就是快要绝了。然后眼睛整个带眼上去，那就绝了。好、哦，那死的时候眼睛都往上翻的。好、哦，所以我们中医也可以做，偶尔做个法医没关系。好、哦，那这种化学的我们不知道了，以前我们中医没有那么精。好、哦，好、哦，我讲的是化学毒，那个中药的毒我们可以知道了。好、哦，那岐伯曰，这个解释这个冬阴夏阳。好、哦，岐伯说九候。好，三步九候，然后人阴脉啊，好，额头的脉啊，好，手部的脉，九候的脉全部显现出来，都是沉细而且玄绝，又细又小，就是纯阴脉。当九候的脉，讲九候的脉，就是全身上下都摸光了，好，所有的脉经脉，所有的内脏都查了，全部是玄细的时候，这叫做纯寒，纯就是阴脉，阴脉就是纯寒的脉，好，纯寒的脉，那主冬，冬天，好。一般来说半夜时，好，阴症的半夜时，如果是纯热燥肾燥的脉喘和数者为阳，主夏，夏天是白天中午的时候死亡。好，如果是所以说呢，如果是寒热病，对吧，一下寒一下热，就是半夜跟中午的折中啊，好，就是早上，好，平淡时，好，热中及热病，好，都是日中时，热中就是中焦湿热，还有一些热病是温热的病哈，就是正中午的时候会走人，好，就是病风，好，如果是因为风而得到病的，日细而死。我们讲风就是肝病、肝脏，好，到了黄昏的时候走人，好。那如果是病水者，水病哈，有水肿的病人呢，好，都是半夜死，好，半夜死。他的脉呢，如果是快时快时慢，好，这是脾脏的脉，好，时迟时急，好，在辰戌丑未，啊、哦，辰戌丑未，这就是一天的这个四个时辰中间，啊、哦，叫日辰巳季时，啊、哦，就是辰戌丑未这四个，啊、哦，时辰，脾脏止，好、哦，因为它是脾脏开脾脏的时间。一个病人呢，如果是形肉已脱，身体瘦掉了。好，肉也没了，皮包骨了，九候，三步九候的脉，即使是调还是死。好，如果这个七诊虽见九候好，皆从者不死。好，你如果说有外面的这个七诊哈，这个也是突然跑进来一段哈，我们这里要把它七种，我们把它，我在书上面是把它解成七种的脉，好，我们叫七诊嘛，七种诊。以前从来没有什么，我们只有五十五虚，很多都是五二啊什么，那突然跑个七诊，哦，这是比较前后比较不对，好，不搭嘎。那一般来说，这个如果说就好像刚刚前面讲的，形肉已失的时候，九候脉在还是会死。你如果形肉不死，我们反过来讲简单一点，就是形肉都在，哦，那你即使是重病，但是你形没有失，并没有皮包骨，形啊阴阳都还在，但是重病啊、哦，但是然后这时候九候的脉还顺，啊、哦、也不会死，所以形肉很重要，好、哦、形肉很重要，一个人形伤神伤就没有救了，啊、哦，那所言不死者，哦，你如果是得到风气之病，表症呢一些表症或者女人的月经来的时候哈、哦，这种病啊。是病非病，比如说一个女孩子，她好好的啊，她突然开始每天的恶心啊，怎么样，对不对？那你就说老是少阳症，那恶心啊，对不对？其实她是怀孕，好，所以孕妇的好就是平人是正常的，好，但是她的会显现一些症状出来，好，你不能把它当成病。